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不过机动性挺高的，都是远程英雄。你干啥呢？一级猴打哈子好像打不过。 踢歪了！耶！ 为什么他有两瓶药啊？因为他有助攻。我靠，上当了！我的天！ 他也带的是点呀，略微有点亏，但是没办法。 确实打不赢，单线还挺厉害的，哈的这个英雄，亏两波兵也没办法，你打不过他呀。 亏也就只能硬亏，怎么还没升呢？ 他其实不太会玩嘛，这波怎么能跟我打呢？这英雄我们到六了不好杀。 这英雄到六了也克我们，我一口R他啪一个大给我踹飞。
等一个蛤蟆阿甲猴，不太可能。上单我移过去，他就拍地板，他不可能阿甲猴，他能看见我。这隐身没用。让塔皮掉一下。空一小波线。那就等他E之后再放 W， 你跟我玩呢？那E完以后，那个E的持续时间过了以后，我们都死了。硬跟他打呀！那天雷破吹金断骨，你跟我说持续多长时间吸地？不用再 W 了，你 W 的小兵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跟我在这放什么眼儿？我操！别这样啊！踹着我，我要死！出个女神泪儿，出门我刚才就手就摁 F 上面，他只要那个扣出来能有 0.1 厘米的距离，我就直接就闪，除非就是我们的颜值太高。现在我跟他打应该是随便打，旁边有人啊？没有人啊？他崩了，其实挺致命的。他们家就指着他呢，完了他还崩了。把一塔拔了吧。拔了我们三项了，回家出三项。你也打不过我呀。打飞机舔他，漂亮！给我挡个扣，你给我挡个扣啊！啊，不过没事，他没技能，直接上来，100块钱，这也不值钱呢。为什么没击飞？击飞了，你没看到都动不了了吗？这是动画效果卡 bug 了。
谢谢鸡丝沙公，谢谢鸡丝沙公呢的飞机。来两个房庄，谢谢鸡是啥功的。蓝 buff 也没人要，我要吧。把小龙打了呀，卢仙又在打飞机了，还没打过。上路没人守，我们直接上高地。小龙打了，这飞机也不知道干哈。那飞机七级，守我十级的塔，你是真敢守啊！啊，全死了，那我们再推一波。打他个石头人儿，没有人儿我再推一波，有人儿我就跑。这十三分钟杀六个，是不是感觉这装备有点烂呢？不是很厉害呀，这装备。正常应该两件套。我这赏金跟这个跟这些人打，把把都七百，每把都是七百，要么就是便宜点六百。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항상최고를지키제압되었습니다想跑那能跑得掉吗？我三百九你三百七，你怎么跟我跑？제압되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전쟁을하신170块。把他野区都给他掏干净，不给敌人留一针一线。往哪跳？我的假猴把塞纳的 W 给挡了，看着没？没上路。
是小鸟吗？是吧？是小鸟吗？哦，原来不是我的甲猴，那给甲猴减一攻，本来想给他记一攻的。我先补半个蛤子。半个都没有，他就140块钱。复活没？复活了，复活了，我们回高。这回是真没蓝了。打小龙吗？17分钟才第二条小龙，真慢。啊，木木打这个，我们打这个。那啊，木木打龙，我们就去打峡谷。快点打。你好，这不用交闪，他必死，闪现的毫无意义。哎，为什么我的 Q 不叠？不叠女神之泪啊！抢我的峡谷！刚才为什么不叠啊？吸地了，那吸地咋没显示呢？是卡 bug 了吗？又卡 bug 了，这 bug 咋这么多呢？你能不能快点创？那高地离你就这么近，你都不创？哇，长不长？还闪现给 W 的，我的蟹手都没触发，小老弟，你俩不行，我来吧。把那红小鸟都给他打了，还有石头人。这猴如果没出女神之泪或者是西兰刀，是不可能那么刷野的，蓝根本就不够用。然后再把寒冰宰了，寒冰想过来看看红 buff， 但是发现没有红 buff， 只有一个猴，难受了。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더 어려울 일 없어. 我先把他门牙塔拔了，那包女儿怎么回事？我天，那包女儿怎么遁地了？我操，土行孙，这他妈！ 狼了，狼就狼了吧，无所谓了，给他一个，给他一个，我们还700，给完一个还700，我能给2000块钱，没办法，我都16级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升到16的，下路给他拔了，为什么上一波？ 小龙打了吧，小龙打完打大龙，打大龙啊，打大龙，打大龙，打大龙，你去打大龙去，你让我带。 来打飞机，行了，GG了。那包女一毛给你扎死。哈着还得上路呢，哈着，你走了。 这有啥好走的呢？他们都没复活，拆一个呗。哎，快点结束，不想打了，立。谢谢加斯松那儿，我们赢。